睡觉了是吧？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，反正就先进去就对了。好，我不是非常的。这个东西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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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看来他也没有营业了。嗯？二十不是十二点吗？我哪在？还有 YouTube 呗。呵呵。那怎么办？那这客厅里有什么吃什么啊？再晚有可能没东西吃了。十点。这个是什么？小菜。前面的前面是我们小菜的，我这边的感觉。我要把这前面我推过来给啊。啊？所以你要去哪里？炒店的概念，他们会讲英文吗？你问我，他想要做生意就要讲。那也是串串耶。你要先看 menu 吗？这是牛还有猪哎、欸！啊，这看不懂，这都是光的。我们要去哪里？不是啊，你十，不是啊，你十点本来就会关一批啊，你要看十一点或十二点的。怎么样？谁很有营业啊？我看不出来。哇，是披萨哎！是吗？哦，那这间是什么？菲律宾。你是没有要吃热炒啊？我没有要吃啊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是我要选还是你要选啊？我不知道你一直在看啊，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